¡Ay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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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¡Ay!这打拳我是从小学都学，六七岁都开始学这个这打拳。因这个，这练这打拳对人家身体有相当大的好处。平时人家练这打拳，即便每天坚持练着，对这个身体相当有好帮助。再个练这拳又既不会感冒，也不会发烧。 打拳在前些年都属于内家拳，光在这个本村啊，这个姓王的、姓唐的，一般都是光传这，一般不对外宣。这个相传，最近这些年根据这个社会时代发展，这个这打拳现在全部它走出去，或者说，往下传承传承，我这个。 最近我这个培养几个徒弟，基本上铁三功都练差不多，很震惊。那男人呢，在脆弱的地方能练这强壮，不怕碰撞，感到很震惊。